现在请他，我跟他讲说我东西送来了，请他下来拿。我现在是早安，我现在先把东西放到警卫室，那你要记得下来拿。好啊，好，那我先下去拿。OK， 好好。听到一个确诊的消息，你心很揪哎。我这半个月不用减肥，都自然瘦下去。为什么？担心啊，害怕啊。我是想把你的资料维护整齐啦。我有去卫生局接电话，然后有听到就是说。啊，我就一阳性就全部把我关起来，那我们都不能出去，叫我们吃什么，所以才知道说啊，先送一些他们基本上可以吃的东西，这样还有补充他们一些维生素 D、维他命这样。哟，今日不是阿送哦？有。今日瓦力哦？你对煮饭啊？哦，就早顿个煮饭啊。好。啊，我搁买几粒苹果。因为那个两岁小朋友很喜欢吃葡萄，哎，啊，他现在是确诊，我那天买葡萄去，他阿妈剖给我看，我吃得津津有味，他看了就很开心，而且这葡萄对他现在确诊，他那个有维生素 D， 好，我有去看，这香蕉啦、葡萄啦，这些都含维生素 D， 啊，对这次的病情都很有用。你真的把他当自己孙子嘞？啊，本来就是啊，都是一家人啊。消毒一下，血压消毒哦。对啊，我都消毒，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口袋，啊，回去再消毒，再放。很担心。对啊，因为家里有小朋友。妹妹嘞，我跟你讲，稍等嘞，你再提《本草饮》哦，我先在这蒸。你现在要去送？对，我已经送两户了。啊，雪下了呢。啊，我就穿雨衣。好，我穿。啊，我不知道说这个缺货，我就是很单纯的。没有货就一直叫一直叫，可是有一天锦萍师姐说：“苗妹，你要没有那个本草饮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我觉得那你要的话，我就多叫一点。就像人讲的，也不能只有我们好啊，大家都好才可以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们就一路上这一次的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就是啊，他就负责送，那我就负责。通常我们都会想说啊，我还要保有几个，因为我家人还需要。可是我只要跟他开口，他就说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确诊了，不要紧，这救命，你先退去，他就叫我来拿，啊，就是这个是让我学习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给你放一包那个本草饮，本草饮，你现在你还可以煮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一包差不多。你就差不多用120cc， 然后放一点姜片，这样才不会，就是有的会怕寒一点，那你放一点姜片，我有给你放姜片，那你等一下就煮来喝，好。哦，好。啊，这个会让你病毒，会这那会让你病毒减少一点，会比较舒服。他的那个摩托车很旧了，哎，他还舍不得换呢，他就是骑的那台这样。有时候爱拉呗，他脚又不是很方便，他还要踩的。我说：“秦明师姐，你为什么不去换一台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一旦骑的话，个一旦骑，他就整个车都绑了物资，绑得满满的，然后就开始去送他那种对关怀户、照顾户的那种无私的，就像家人那种。看他爬上去四楼，他也是这样爬，他就买什么点心啊，他喜欢吃面包啊、粽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他都记在心里。上人说三好：家庭好、身体好、时间好，才能做好事啊。难得我们可以做，你看那他们被关在里面的才关在里面，又心又不舒服，心里又担心，那才是辛苦，我们是幸福，能做事才是幸福。